很多患者呢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换了一个股骨头，或者说我做了一个关节置换，那么我体内有一个异物，那么这个异物对我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做关节置换的患者都是中老年患者，他们很多都伴随着有一个脊椎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的可能，那么比如说颈椎病、腰椎病，那么像这些疾病的话，以后如果要进行诊断或者治疗的话，那么需要做核磁共振。那么现在很多患者就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做了关节置换以后还能不能做磁共振检查。那么我们说以前的关节置换的它的假体的材料是不允许做磁共振的，那么现在呢它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材料和人体组织的相容性非常好，第二个呢就这些材料都是惰性的，它并不会带有磁性，所以呢这一类的患者呢它都是可以去做核磁共振检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很多，就是说我做了关节置换以后我还出去旅游，那么我要坐飞机，那么我身上有个异物的话我怎么过安检？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现在的材料呢都是一个不带磁性的，是可以顺利的通过安检的。第二个呢，我建议就是说像这一类的患者，你可以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把你的出院记录或者出院小结这一类的证明材料随身携带，如果到时候在机场出现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及时的跟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